了这么多东西，又要吃土了。不怕，有我哥呢。幸好没被发现。女人就知道买买买。吃。哎，张大人不在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躲猫猫，哈，抓到你啦！哇，这是什么武功？好厉害呀！加油，加油！走，别理他。看不起我。哼，你就不能换个工作吗？你懂什么？我可是要成为金牌杀手的男人。哦，不对，女人。虽然现在只是一个实习生，但是啰嗦。海棠红，你也喜欢？我跟你说，这回胭脂艳而不俗，香而不腻。我是说，很适合我们这种江湖人。哇，这颜料真香！我的胭脂，你居然说这是颜料？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哦。算了，那你还抓我吗？